我熊呢？全军出击！哼，挺有意思的这。哥哥们，弟弟不会玩，可以不骂吗？没事，老弟，游戏而已，谢谢老哥了。就这心态，我跟你们说，这突出一个大拇哥就。这把还没开始打就赢了，其实。OA 点 OA。放着有扣晕平 A 平 A 平 A 这算了，有点太极限了，我闪现平 A 接扣接点炎，缺威是有点极限啊，把药吃了嘞，直接扣 W 点炎平 A， 这好像打不死，但咱也没有办法，没事，他 A 不着我。哎，400块。我们到了吗？不好杀呀，这光头。如果想杀他，我们可能要损失一个红 buff。你怎么生了？你给我烫死！这也能生？剑圣应该这一波在我右边出现啊，往左边靠。如果光头走位不对了，那说明剑圣应该是要来了啊。这光头怎么走位这么吓人呢？我都不太敢动。这光头也缺威是有点吓人，我是有点不太明白这个光头到底是干些什么玩意儿呢？这个光头，我操，他哪来的呀？啊，他哪来的呀？他从哪来的呀？啊，从右边来的呀！我的天哪！没看见，小地图没瞅着。快出来！你们看见了，那我也不是千里眼，我的眼睛也不可能说是瞅上瞅下、瞅左瞅右，哪都能瞅啊。什么腰带？出腰带蓝够吗？打野儿，这不得上去找剑圣去了。剑圣为什么光有红没有蓝呢？
因为爸爸的平呢，平呢，都比较平呢，平呢。先吃个饼干儿，呀，吃口屎。光头人呢？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点无敌了，突出一个无敌。这个剑圣今天阿俩指定是没完了。走这边。这个剑圣我得去也去找他去。你可别让我逮到了啊，小伙子！今天我馅儿不要了，我就在红这里等着你，我看你什么时候到啊！看你什么时候到！他敢赶赶我！给你喝！中路线我都不要了。你看见过我的小熊吗？光头怎么回事？这人有点奇怪呀，穴位。啊，难受不？赶赶我！行了，今天我们就去找着剑圣了，别人都不找了。我正好2100，来个小炉灯。他的野区今天将会变成炼狱。我多给他埋几个眼儿，我们进野去找他去。他不没闪吗？走这边。嗯，他的野区今天将会变成炼狱。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剑圣会在哪里。先把中路线收一收。据我的推断，这波剑圣可能会在下半段出现。看一眼啊，好，小龙没有打小龙。先看一手蛤蟆没了，蓝 buff 撒个眼儿，三狼有没有？三狼没了，那去上半段野去找他。他反正只能去打野。
F6 也没了，这怎么野区溜干净呢？啥也没有啊！哎呦我操，整个野区连个野都没，没有野，那这人能上哪去呢？没野了的话，那只能去打角龙了呀。刷野速度惊人啊！去上路，上路了咱也没办法。野区咋的呢？我有点燃，应该差不多，伤害应该够。哎，为什么这 Q 的距离不够啊？我360，他多少移速啊？他是他多少移速啊？怎么这个距离不够啊？天哪，可恶，可恶的剑圣，完了，剑圣双杀，这波薛飞有点勉强了啊，这波。老淤血了，不行，我今天必须得找他去。你还要吃塔皮？你他妈还要吃塔皮？我让你看看塔皮长什么样。你在干什么啊？我们马上到，我也不知道现在剑圣要去哪，因为他的红 buff 蓝 buff 他全刷了。算了，不勉强啊，这剑圣找不着就算了，拉倒。我从来不玩。我现在急需一个美甲切魂卷。一换一。水银海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！你咋那么猛呢？你给我解释一下，兄弟。我是我拿不动刀了，还是你是有点飘了？
上踢野古尔斯，给我拍死他！这光头，出去把他举报去。完了，没有晕，可恶啊！可恶啊！可恶啊！先出法穿的吧，他出魔抗了，他要出智慧默认，俺们先把法穿做了。没有晕呢，我得等剑姬儿。你看见过我的小熊吗？我不能让剑圣在旁边，我打不过剑圣，现在我们知道吧？我们得先斩我们的美甲窃魂卷，从现在开始啊，一次不死，一次不死。这剑圣还行，是个木印剑圣，他不是那种出右装的，如果特别的右，确实不是那么很好办。总剩一个技能没有晕呢，哎呀我操了。剑圣不出来我晕不放了。剑圣不出来我晕不放了。我肯定是不放了。从现在开始，剑圣如果不出来，我的晕就不放。干啥呢？打死他！直接打大龙了，这不直接打大龙，让狗熊扛啊，狗熊还送头大龙挺好啊，小龙你可让我逮到你了，小剑圣把你逮到了吧，我说实话这个日女儿可能会死，
我不知道他在这晃什么，晃来晃去的可能会死。闪现闪的倒挺快，很可惜，我也有闪。ADC 闪现过来给加血啊！齐博士给我打的。哎呦我天哪！我给你绕圈儿来，小男人呢？哎呀！平 A， 剩下打的一下平 A。我走了，再见。往这儿走，往这儿走，往这儿走！哇！这怎么意思？空大了！他过来提波斯，给我回来！空就空了吧，反正我们大招吸力也快，没关系。僵硬啊，如此僵硬。剑圣出孙哥了，我飞，漂亮！剑圣啊，瞎呀！哎，剑兵在那啥的，在挡技能。哎，杀他呀！你俩，你干啥呢？把剑圣杀了呀！这不杀剑圣？这安妮儿啊，我发现还是这个。技能吸力还是有点长，三秒一个，没技能真空期太长了。来，皇城 PK， 胜者为王。我决定出完猫子，我们来一个蓝盾，啊！我让你砍，我看你砍不砍得动。哎，我就等着你，我等着你抠完。找光头的，我们的技能啊，就往剑圣身上甩，别人不甩，就甩剑圣。金身呢？金身也可以。但我就不足，上吧提波斯，提波斯 A 人啊，提波斯他傻了呢，
控制啊，我摁了，我还能不知道这熊能控制吗？我的好兄弟，我摁了它不动，这绝对是卡 bug 了。剑圣呢？一时半会儿见不着剑圣的人呢。我找剑圣，剑圣人呢？剑圣呢？不要变成发抖的小喵喵。真疼啊！钉没钉的那么快，我 W 技能用了才能钉啊。那 RQW 加上一二三四四个键子不搁一块儿，那手弄不过来。那剑圣就等我放完晕他再出来，你看着没？他不出来，我不出来，他干啥呢？让我电死！你杀他！我技能留给剑圣。这剑圣不又死不了了吗？小屋的剑圣。